各位请请那个下午好。哦，讲师好。首先感谢上天慈悲，主是同慈，师尊是我了老大很大很大的廖谦的伟大牺牲，以及一手大剑的努力，还有李老师的栽培，他在多个学前一切鼓励，让后学有上台学习的机会。或许今天要学习的是道这首道歌叫做《当喜福回来》啊。原本今天是严后学妈妈要分享。他因为后学在去年的时候有两堂课刚好时间卡到，所以就请妈妈跟后学代替分享。他今天帮妈妈分享那个，他要照顾小孩，他后学上来那个分享一下。他今天后学要分享这个题目叫做“当起后学啦”，前些天刚好学会这后学啦，我学会这后学啦吼。那后学，我刚刚后学什么？福气是什么？后学就是人讲的。我们就叫平和人心嘛。那幸福的人生，伊需要具备什么？我爱家庭哦，迄个家庭美满嘛，家庭美满，还是工作顺利，还是妻子儿女，然后老公老婆互相的感情美满，拢有哦。然后还是我们的那个家，我们的钱啊，我们的财产才够入这，这个是咱认为福气的幸福人生嘛。那浅浅，你刚刚你，我来想看嘛。我刚刚我们这一生已经到了中年了，甚至有些浅浅已经到老年了，觉得他幸福美满的浅浅，请举手一下。我可以举手一下。那领导，举手。有点幸福美满。浅浅，我刚很多的需求还没达成，对不对？嗯。来哦，各位浅浅，我们来想看下。我来到人世间啊。多年有一件事情，一件叫做生死大事。生死大事，或许在温底暑假，因为或许现在比我上学习，比我之前在学习过程中，温底暑假过程中，他的一堂课叫做佛教徒的生死观。佛教徒的生死观，因为讲的，学姐，你看生比较重要还是死比较重要？生比较重要还是死比较重要？生哪一个比较重要？生都重要。那个佛教徒，那个佛开法师有讲一件事情，生比较重要。生哦，我在生的时阵做什么，到死那天才盖棺定论嘛。生的时候比较重要，在生的时阵做什么代志，在生的时阵做什么代志，那是重点嘛。那死了之后，那就是我们盖棺定论的时候，那个阶段，你想我们想过一件事情吗？我们来想一下哦，如果我们修行了。到了最后那一天的时候，生命没了嘛？想象生命没了，你的财产、你的孩子、儿子、女儿、你的亲戚朋友，都要放得下吗？放得下吗？不容易啊！真的放得下？真的放得下？我们想一下，放得下吗？可能有点难度哦。因为我们在生的时候没有在学习放下这些事情。三师才师法师为师，浅浅温后学后学后学最近温公的图书馆老师为推福田不满街活动，然后温和成道最近马上我
因为打不平不满的各位先贤来做布施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来。